The birds fly south as the light leaves your eyes. Hold on to your dream. Oh, I know you wanna scream.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中药，我自己超喜欢中药，汉方中药这些东西我都超爱，尤其是药炖的汤类啊，药膳的茶啊。去韩国的时候，我觉得韩国他们好多时髦的汉方茶、养生茶，然后还会做那种可以让你泡脚喝喝下午茶的。就是在韩国，这些汉方茶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像是老一派的茶饮，好像老人才喝中药。可是，在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真的蛮排斥中药或中医这类的疗法。可是我超喜欢，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热爱喝中药的人，所以我现在生理起来完全不会痛，然后手脚都超暖，我真的很喜欢。比起西医，我更爱中医。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品牌，在我的身后超有亮，超漂亮。住饭店的时候就觉得天哪，他们真的太适合这里了，我就把它产品全部都带来，想要跟你们分享。刚好星野红心暖骨关也是一个让你净化心灵疗愈的场所。其实我真的好想要推荐他们，可以在大厅放巴须斗的茶，因为很配合这边的环境。我现在跟你们介绍一下巴须斗这个品牌，它是台湾在地生根非常久的品牌，它有一个白水堂汉方研究中心。所以如果你有去搜寻的话，你会发现它已经是一个专研中药、中医，如何让它融入你的生活。不是用疗效或是去要看病的这种方式，其实你把这些汉方的东西融入了生活，每天小小的保养，女生都知道雪花秀或后就是这种汉方保养，那雪花秀也超好用。台湾的汉方或是中医也这么厉害，怎么不融入一下女生的保养品嘞？所以拔须斗就研发了两款产品，我真的很推荐。第一个是牙膏，长得很时髦，你不觉得吗？很像近期很红的那个侘寂仔的感觉，就是这种素素的，然后雾雾的，它真的是专门为了女生，就是希望女生不要觉得这种汉方的东西好像很老很俗气。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汉方的东西可以变得这么的时髦。这个牙膏是他们的主要研发的张医师想要让他的家人好好的保护他的口腔，大家都会把保养擦在脸上，你会擦乳液，可是很常你牙膏都随便买，大家买牙膏应该都是以香味、气味或是可不可以亮白为主。你会发现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牙床可能会松动，你可能会有牙周病，加上现在大家吃的东西都是很精致的食物，牙齿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有没有自己仔细算过，牙齿一颗如果以土地面积来算的话，它应该是世界霹雳无敌高单价，你的一颗牙齿算起来的价格应该比信义区的房子还贵，随随便便做一颗假牙可能就要2到4万，做个美白贴片也要个2到3万。你如果小时候不把牙齿好好保护好，你长大就会花更多钱，而且牙齿也是不可逆，它掉了就是掉了。所以张医师就研发了这一个汉方的牙膏，那它有两款，这个是草本滋润，这个是深度清洁。因为它的原料都是中药类的，所以其实你刷起来跟你传统的牙膏不太一样，它是这样子透明的凝胶状。那这个不仅可以刷牙，口腔例如说有受伤或是你嘴巴破洞，它都是可以直接擦的。那它也是山林友善的，所以如果你去露营野营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全部都换成它，你真的会在刷牙的时候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泡泡。那你在嘴巴里刷的时候，它也不会有什么人工香料味道，它就是很天然的汉方味，但你也不会觉得就是好恶心的中药。如果你很怕中药味，你可以选深度清洁，因为深度清洁的凉感薄荷感多一点，草本的比较温和，然后不会这么凉，所以其实你整个刷起来就是有一点点中药味，不会凉凉，不会刺激，很害怕很辣的人也可以使用的。可是你要注意哦，因为它毕竟还是草本成分，所以小朋友可能你要看一下成分，尽量是3岁以上在用。那如果是孕妇的话，你可能也可以注意一下，一般正常人你都可以使用，尤其是你很容易有牙周病，然后牙床会敏感啊，然后牙龈会流血的，他们之前这个牙膏非常热卖，就是因为牙龈敏感或牙
周流血的人用，改善的效果非常好。因为你如果去用那种很刺激、很辣，你去漱漱口水，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重点是他们的所有的制作跟测试都是使用不含农药的药草，它的所有制程也全部都符合台湾的法规，还有 SGS 的安全认证，算是真的可以非常放心，而且也可以大力推荐的好品牌。它这个软管设计也很轻便，好携带，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让它站着，你不觉得放在那个化妆台就是特别的美？我刚开始刷有点不习惯，因为你真的会觉得怎么有一种糊糊狗狗的感觉。我自己一开始觉得很像猫咪的化毛膏，它跟你平常刷牙膏的感觉是不一样，它也不会有很多泡泡。你在刷的时候好像没有刷干净，但你刷完之后，你会觉得牙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很舒服干净的感觉，就是很温和的走入你的生活中，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棒。那还有很多人用牙膏的时候会担心，这个牙膏会不会长痘痘？因为有部分牙膏的成分是会致痘，但这个你可以放心吧，祛痘的牙膏是无氟不致痘，而且是纯素友善，它全部都是无法去萃取这些中药药草的精华。因为它的创办人其实也是非常的喜欢野营，然后登山，所以这个山林友善以外呢，它也完全不实施动物实验，也没有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如果你是很环保、很爱护地球环境的话，这个也是你可以放心购入的一款牙膏。那我就真的超推荐，我们家现在就是把之前还没有用完的牙膏用完之后，我应该就都会换成它。其实我觉得这个送人也很漂亮，因为它就是有质感，然后是让你从内美到外的，不管是送男生、女生，甚至送家里的长辈，你看到他们把台湾代表性，然后这种汉方的东西做得这么的美，未来你再送给国外的朋友，或是未来你要送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觉，就觉得看我们的东西也可以这么的厉害。韩国有雪花秀，可能现在我们就有拔须斗，你不觉得超级赞吗？可能以后你在机场未来可以开始旅行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来台湾哦，我要来买拔须斗的牙膏，我要来买拔须斗的茶饮。讲完了牙膏这个融合在你生活中每天早上晚上都会用到牙膏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茶饮我也要来推荐推荐。这个茶我已经喝了六包了吧，它的这个茶很特别，你看它的时间区分，它其实是包办了你的24小时。像这个就是0210，舒压明目，清澈好眼神，就是2点到10点。1012就是从10点到12点，就是补气养神，重拾好气色。然后2402就是从24点到2点，一整天24小时。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节气就可以喝不同的茶饮。这些茶一样也都是用无农药，然后经过所有的检验合格认证。它的茶饮包长这样，然后里面的药材真的非常的多，而且你不管热水、冷水都可以冲泡。它的官网是说你冲泡可能350到500cc， 可是我自己都会拿我很大罐1000cc 常温水冲泡也可以，你就进去把它摇一摇，然后放久一点，它的味道就是很舒服的汉方茶，它不是中药汤，然后药膳排骨那种很重，它就是很舒服的草本茶，可以这样说。可能会跟你喝的决明子茶，然后麦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除非你真的超讨厌药味，我自己是很爱。然后我因为有在看营养师嘛，所以其实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如果有在看营养师，你们也可以拿着它的成分去问营养师说，那我在什么时候适合喝什么茶？其实我营养师就会告诉我说，你这个礼拜刚好可以喝哪一款茶对你的代谢比较好，或是你这个礼拜刚好生理期要来了，你喝哪一款茶身体会比较舒服？这个茶就是它刚好帮你配不同的功效，你可以在不同的时候选择适合你自己。例如说，有时候用眼过度的时候，我就会去喝明目舒压的。那我睡前想要好睡一点，我就会去选2402安定心神的这一款，看当天的心情选择当天的茶。我近期真的超爱这个。你想要喝味道比较丰富的，你就用热泡，没有那么爱热茶，如果很怕烫，所以我都把它冷泡。我觉得它冷泡也很好喝，很少中药茶可以冷泡，因为它的药粉非常细，所以它冷泡起来也超级好喝。它有一款是有薄荷的，这个舒压明目这个超好喝，我已经喝完两包了，所以它现在里面已经空了。那它也是环保材质，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所有包装都非常的简单，你没有什么塑胶封膜，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设计，它就是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像这个大包装是茶饮的包装，它就是一个素素的纸而已。这个袋子呢就是一大袋，然后里面的每一个茶包就是一包一包的，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真的用完，我这个袋子都会再利用的拿来装东西，因为它其实有点厚度，所以用一些保养品、化妆品出去玩的时候，就不用再拿什么夹链袋去装它。有时候如果你要出去登山的时候，有时候泡个茶要装垃圾什么，就可以都放进去封起来。他们都尽量的降低环境的负担。白水海航漂流运动中心，他们有点像是新一代转型，想要让新世代年轻人更了解汉方类的产品，很用心的去做的一个品牌，就真的很想推荐给你们。那如果接下来要送礼物过新年，你们希望你的朋友、另一半、家人越来越漂亮，从内到外真的健健康康的话，很推荐你们可以去选巴须朵的牙膏或者是他们的茶饮，就让大家一起长命百岁，然后活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这真的是我今年30岁终于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以前大家许生日愿望的时候都要说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因为小时候的愿望很多，可是真的是到了大概30，你就可以理解到现在越来越养生，越来越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真的健康漂亮。你外面擦的保养品、你化的妆、你穿的衣服，它在你身上它才有价值，它才会发光。你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气色不好，你长了痘痘，你怎么化妆都不会美。我也觉得我最近真的是气色变很好，不喝饮料，然后开始转喝茶啊，汉方茶之后精神好，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觉得睡得特别饱，所以就很想要把这个好物分享给你们。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也都会把须朵的资讯放在底下表述栏，大家下次见啦，拜拜。